所以大家相机赶快拿起来，用录影的方式来拍摄。哦，你看到这个色泽真的是好漂亮哦，这没办法用人工方式所调配出来，所以我们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。你看到那个硫磺晕染开的色泽，哇，真的超美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自己花着上百在那边拍照，真的非常漂亮。好，你看左前方不光是岩哈，那台湾有两个地方有这个海底温泉，一个就是龟山岛，那另外一个在哪里？在绿岛。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到绿岛的话，要不要招日温泉，就可以体验一下泡汤的温泉。不过龟山岛这边温泉因为温度高，洋流湍急，所以目前只能开放。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方式，用我们手机相机把这景色记录下来。 那我们的船长人非常的nice哈，停下来让大家可以开开照，啊，当一下网红一下，很美哦，真的好漂亮。